这是一个冰封的世界，却蕴藏着无限生机。这是一个适者生存的世界，棕熊和藏狐却在这里联合狩猎。这是一个充满争斗的世界，人与动物却在这里用着同样的动作起舞。这是一个神奇的世界，这里就是被喜马拉雅山脉改造后的世界。中国纪念2015年国际森林日植树活动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的主题是应对气候变化，共建绿色家园。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张永利在纪念仪式上说，今年林业部门将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京津风沙园治理、三北等防护林体系建设等重大生态修复工程，突出抓好干旱半干旱地区、大江大河源头、沙化及石漠化地区等重点区域的生态建设。你好，欢迎收看绿色时空，我是李威。说起喜马拉雅山脉，您可能马上就会想到高耸入云的珠穆朗玛峰，还有终年不化的积雪。喜马拉雅山脉藏语的意思是雪的故乡，它位于青藏高原南滇边缘，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山脉，其中有110多座山峰高达或者超过了海拔7350米。山脉分布在中国西藏和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等国的境内，它主要分布在中国和尼泊尔的交界处。这片看似冰封沉寂的土地却孕育着勃勃的生机。今天呢，就让我们跟随摄制组走进喜马拉雅山脉，去感受那里生命的力量，去体验一场不同寻常的生命之旅。喜马拉雅山脉像一座冰封了的堡垒，格外的荒凉，甚至连空气都十分稀薄。但这里依然有动物出没，它们神奇而又不可思议，由连绵的高山孕育而成。人类也一样，它们独特的生活方式也由高山塑造而成。从喜马拉雅山脉的动物身上，我们可以体会到生命的美好与脆弱，也可以体会到这个地球上最不适合生存的山脉所蕴藏的力量。喜马拉雅山脉横越亚洲长约3000公里的峭壁，将青藏高原和印度分隔开来。摄制组的旅程由西往东穿越四季。喜马拉雅山脉最西端的喀拉昆仑山脉是金鹰、雪豹、年角山羊、熊、豺和狼的世界。雪豹偷偷地靠近年角山羊，降雪成为它最好的掩护。年角山羊是一种野生山羊，拥有着山羊中最大的体型。年角山羊是雪豹最中意的美食。在这种高度，冬天并不容易度过。不过尽管天气寒冷又空气稀薄，喜马拉雅山脉上的生物数量仍然要超过世界其他山脉。这只雪豹有一只已经长大的幼豹，它们团聚在一起的时间要比其他任何猫科动物都长，因为在这里独自求生会十分艰难。在高山上生活的困难程度助长了群居动物的数量，狼群并肩合作，寻找着埋在白雪下的冰冻尸体。在喜马拉雅山脉上居住的狼继承了祖先的远古血脉，或许狼就是从这里起源的。狼群之间的亲密联系，再加上严峻生活环境的磨练，
使得它们遍布半个世界。家犬源自亚洲狼，所以在炉边地毯边陪伴我们的爱犬，也许正是向高山学习了古老课程的结果。它们或许也是来自喜马拉雅山脉的礼物。现在正值冬季，高山上人们的生活会随着季节而变换。喜马拉雅山脉像地球上一道长长的伤疤，高高隆起。喜马拉雅山脉大约形成于4000万年前，当时被推移向南的印度板块与亚洲板块发生碰撞，亚洲大陆受到撞击后无路可走，只好向上升起，抬升至8000多米高后，速度才开始变慢。喜马拉雅山脉是一个巨大的褶皱缓冲区，山峰直达苍穹。到了冬季，大多数生物会退到雪线以下生活。其实雪豹并不属于豹类，它们是一支古老血统的后代。雪豹最近的亲戚可能是非洲狮，甚至是美洲虎。区分它与其他相似物种的最明显特征，就是它约为体长3/4的尾巴。雪豹一家紧盯着撵脚山羊的举动。撵脚山羊在冬季进行繁殖，雄性撵脚山羊在交配季节会为了争夺配偶而大打出手。战斗结束了，占据上风的雄性撵脚山羊会跟着雌性山羊走，边走还会边伸着舌头。雌性撵脚山羊悠闲地享受着爱慕者的追随，雪豹却在此时行动了。撵脚山羊消失在远方，雪豹依然停留在原地。如果世界上有个地方可以让人见识到原始大自然的力量和生命的脆弱，那就非这里莫属了。稍晚的时候，雪豹又回到撵脚山羊跳水求生的地方。他想要看看大山会将他的战利品带回，还是选择救撵脚山羊一命。在这寒风刺骨的山间，
我们看见了家庭之间的关爱，同伴之间的友爱，也看见了他们对于未知的好奇，还有希望。动作敏捷的雪豹和同样敏捷的年角山羊，在这片高山悬崖上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速度与激情，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强大和坚韧。珠穆朗玛峰是地球上的最高点，从1953年埃德蒙·希拉里先生成功登顶开始，人们就一直不断地想要攀上峰顶。峰顶的气候非常恶劣，有时候喷射气流直接从峰顶经过，风力可以达到飓风的强度，每小时189千米，气温可以达到-73摄氏度。对于我们人类来讲，这是高不可攀、难以逾越的。可是呢，斑头雁却并不这么认为。让我们接着往下看。我们的视线需要超越山谷，才能了解到主宰喜马拉雅山脉的那股不可思议的力量。喜马拉雅山脉有着除了南北极之外最大的堆积冰层和密室积雪，它们并非沉静死寂，在厚厚的冰层下，运动成为它们的主要状态。数千立方公里的冰层顺着山坡缓慢下滑。冰川孕育了亚洲多条河流，山上任何细微的改变都能给数千公里外的国家造成巨大影响。摄制组继续向东移动，沿着喀拉昆仑山来到巴基斯坦和印度的边界上。喜马拉雅山脉的这些山峰形成于一个冰河时期，却在另一次冰河时期即将到来的时候，冰河融化速度加快，似乎远胜于原本的融化速度。大自然只要稍微失衡，便会带来翻天覆地变幻。冰河一边下降，一边融化，冰水流入裂缝，携带着冰块与石头冲击侵蚀着冰层，在冰层里冲出了一条隧道，冰水奔腾而下。山脉犹如一个见证者矗立在远方，相传有一座高山抚育着大地，它像一座完美的四方形金字塔，它的四边都流淌着一条巨大的河流，这些河流为大地的四方带来了无限生机。当摄制组沿着喜马拉雅山脉继续向东前行，竟意外发现了符合传说的一座高山。堆积在山头的雪水融化，流进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段，往南又流入恒河，溪流汇集形成了雅鲁藏布江，然后流向孟加拉。亚洲大河中的三条都起源于这座山脉，它就是冈底斯山，又被称为雪山之宝。冈底斯山地势高耸，是雅鲁藏布江与印度河流域的分水岭。这里不仅空气中含氧量很低，气候变化也反复无常。湖泊虽然分布广泛，但大多为盐碱水，无法直接饮用。但即使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仍然会有人类的足迹留下。摄制组从冈底斯山出发，继续向东前进，从巴基斯坦境内的喀拉昆仑山脉进入印度，然后向尼泊尔进发。春天渐渐爬上山头，高山森林慢慢恢复了勃勃生机。
看到猴子登山，是否感觉很意外？但这在喜马拉雅却十分常见。四月，鲜花和叶芽喂饱了长尾叶猴，它们在山谷过冬，到了春天会随着雪线向上迁徙。山上艰苦的生活环境和生命脆弱的本性，改变了居住在这里的动物们。这里的猴群比较友善，它们会自然地形成一个大的部落共同生活。而在山下，公猴会为争夺母猴的控制权大打出手。暖云一路飘上高耸的山谷，雪豹更进一步深入山林，已经无法追踪。喜马拉雅山脉包含区域广泛，现在仍旧有地区与世隔绝，难以探索。到了五月，蜜蜂结束冬眠，开始出动了，它们加入其他动物的行列，离开山谷。喜马拉雅悬崖蜂用身体筑起了30宽的蜂巢。它们一同摆动下腹，向其他动物发出警告，形成一面蜂体波浪墙。但是这样的努力徒劳无功，采蜜人照样攀爬峭壁来到了附近。喜马拉雅悬崖蜂是世上最大的蜜蜂，也是最危险的蜜蜂。采蜜人不得不用一根5米长的竹竿刨开蜂囊采蜜，即使穿上最佳防护衣，再加上一层烟雾，也还是不够，采蜜人终于不得不撤退了。篮子中的蜂蜜可能是这世上最危险的美味。麝香鹿是一种非常胆小的独居鹿，它的皮毛上有斑点，大耳朵，短尾巴，但是没有鹿角。麝香鹿是唯一生有胆囊的鹿。公鹿的射线位于下腹部及生殖器之间，由于可以产生浓烈但令人愉悦的气味，备受推崇，许多著名的香水都以它的香味作为基调。我们希望自己身上有喜马拉雅山动物的香味，却很少有人希望有它们的外貌与举止。不过也有例外，棕尾红雉居住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山上，长相炫目而耀眼。公雉以头冠和彩色的羽毛来较劲。在山脉的下面，印度和巴基斯坦边界的警卫也跳着再类似不过的舞步，无论是头盔羽饰还是姿态步伐，都和公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不过他们的装扮和拇指的动作却似乎更像鸣角山羊比武，模仿的应该就是他们的脚和舌头。在山脚下，冰河融水汇集成为溪流和河川，这是一个水分充足的平原，恒河平原。这里的鹤有着自己的独特舞步，
这里也是摄制组此行最低的地方。从这里出发，摄制组又将回到高峰。对于一些鸟类来说，山脉根本不能构成障碍，比如斑头雁。摄制组从喜马拉雅山脉山脚的印度部分出发，向尼泊尔和不丹前进，这是两个矗立在世界之巅的王国。喜马拉雅山脉由层层叠叠的山峦堆叠而成，空气变得越来越稀薄。斑头雁是世界上飞得最高的雀鸟，它们飞得越高，气流速度就越快，靠着时速150公里的顺风，甚至能飞得比珠穆朗玛峰还高。正是因为它们的血液中含有一种特殊的血红蛋白，使得它们可以呼吸得更快更深，翅膀每拍动一次就可吸气多次。不过即使这样，他们也要经受住严重的组织性缺氧。当然，斑头雁并不孤单，有些鹤虽然不能像斑头雁那样从身体构造上适应这样的环境，但它们也在尝试着飞越这座高山。它们的飞跃是由母亲引导着孩子完成的。梭羽鹤利用气流飞得更高，奋力飞越山脊，然后它们会下降到山谷恢复体力。不过在这里等待他们的却是天敌金雕。跟山上许多食肉动物一样，金雕也成群结伴合作猎食。他们试着把幼鹤从鹤群中隔离出来，这只幼鹤逃过了一只金雕的追捕，却未能成功逃脱另一只金雕的利爪。作为同伴，鹤群的其他成员却无计可施。梭羽鹤继续奋力前进，但是世界上最大的障碍物却出现在眼前。不管您有没有到过喜马拉雅山，那里的一座座雪山都是我们心中的圣洁之地。而对于梭羽鹤来讲，这里呢只是他们每年迁徙之路上的一个驿站，珠穆朗玛峰也只是他们飞行途中的一个挑战而已。那么他们能否成功飞越挡在他们面前的这座大山呢？下期节目继续我们的喜马拉雅生命之旅。好了，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视网，农视网的官方微博、微信还有移动客户端，你也可以通过央视网查询浏览。感谢收看绿色时空，我们下期再见。